给谁？他塞谁身上去了？我不知道啊。啥没给啊？这不阿尔普斯之锤在那个谁身上？看不见啊。我的洛杉矶呢？我、哦、没捡。你排一下最新的不就知道了？拉斐尔的日记。三叉戟，投掷用武器。拉斐尔身上有什么？不懂。拉斐尔，你刚才没搜是吧？哦，搜了，搜了，搜了，我搜了。嗯。哎，尤哥身上没有第二把弩了，真令人感叹。拉斐尔身上有个甲，暗域护甲，我这给装上了，挺牛逼的。我看看，传奇重甲，牛的。我去床休息了，再见。这个希望是不是有点离谱了？我操！我他妈本来以为能带着他去什么地，能带着他回营地，结果是这逼人直接说他准备留在这儿，我操！那让他留呗，怎么办？厉害完了呀，希望啥也没给吗？我没注意他给了什么。应该给卡拉克了吧，或者给乌塞尔了吧。是不是你跟他们对的话？是啊，我卡拉克被拉进对话了呀。但是我确实身上没啥呢。你排下序呗，你看看。野蛮人等级五，快速移动没用啊。我就看见他说他给啥，但是啥也没给。哦，给了，给了，给了。给了啥？我操！卡拉克毕业了，牛的！我给卡拉克了，你看看那个手套。OK OK， 屌的，屌的。你看那手套，屌的一批，兄弟。凶蛮打手，点哪呀，班长兄弟？这边你都搜完了是吧？都搜完了，没啥东西了。都搜完了。先攻加五的加值，卡拉克点了点了，卡拉克不点这逼东西，他妈的！哎呀，拉斐尔不跟我聊，拉斐尔急了。哎，我好烦、啊，而且我们是在地狱里把他杀死的，他真的死了是吗？死透了，他不跟我聊。死透了，好难受啊！希望你好。你看看，
徒手攻击额外造成，操我那玩到最后那不就成玩武僧了吗？我是就玩武僧呗，那就玩武僧呗，把我都放下了。Nothing hurts anymore. 哦，内饰从哪儿？嗯，牛的，我操！我们把阿达玛利啊，不对，啊，把拉斐尔干死了。哎呀，不对，他妈这就是阿达玛利亚嘛，就是阿达玛利亚，有什么不对？阿德玛利克什么那个逼？阿德玛利克嘛，我一直觉得他叫阿德玛利亚。这甲一级，重甲。我他妈怎么没有重甲熟练？我看看我有吗？哦，舒服，舒服。可以。他们点这东西也没用啊。哎，灵活移动，战技大师，指挥官骑士，分身攻击，诡诈攻击，挑衅攻击，策动攻击，恐吓攻击，精准攻击。反击！哦，干死！现在就是鞋子、戒指之类的，差点味道。差点味道。点个哨兵。盾也稍微差点味道。Oh, I could go for a good meal. 行了，玩到最后了。终于不拿他当野蛮人玩了，这下纯武僧了，操！武僧屌啊！那个徒手打击那个多配武僧啊！啊，我想背他那，我想背他那个棍儿去，你知道吧？多屌啊！那个玩意儿！但是我得重新把他底儿洗了去，我得。我也想回，我也得回洗点儿，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洗点儿去了。有了。我得把什么？哎，可惜不能 gamify。哎，这个隔空 gamify 吧。我们干死拉斐尔了，耶！哎，拉斐尔都砸年了，你还想跟他聊天？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死的时候他是能聊的，我看着他那个状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聊不了。走吧，回去吧。
这可太热闹了，冲到别人家里把人击毙了，还把人家拆了。哎呀，早知道希望会留下，不在这拆他家了，操！嗯？哦，君主的是吗？这谁呢？I hope your ambitions end there.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the Githyanki prince only wants to see you dead. But it seems you still do not trust me. 不去救他，直接把他敲死是吧？We must work together. 都不用锤子了吧？要不？我这个又不能换来什么？I wish I could trust you, but that you felt you needed to have it at all tells me that you are not worthy of that trust. 有没有可能我只想救他呢？Our fates are bound,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happier union, I will accept a useful one. You may think yourself ingenious for having slain a devil, but you have merely ironed out a wrinkle. The Elder Brain will not be such an easy foe. It is time we resume our journey to find it.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那又有好长时间不需要长修了。哎，然后哎，能不能就不长修？然后哦，传送门没了，我这没了吗？没了。我这还能点啊？我这能还能进去啊？也是。啊，那爽，那不用长修了。回去回趟营地。这个意思吧？大概吧。从此之后不用长修。大概吧。解救万娜，我来回趟营地。好好的洗一下。嗯，我应该是不用洗吧，我感觉我需要洗什么。No time to talk。哦，伊尔明斯他应该是只会和盖尔聊天，估计你要不把一会儿把盖尔带上，你卸完之后，对啊，我应该是不用洗，要不然必须得洗。Thou walkest alone on all these harsh nights. Thou hast sought no company. 内敏，对，内和敏都得成。哎。卡拉克还有太还有他妈的单独的对话，他嫌卡拉克不想找个伴侣，但问题是我的对话被君主卡掉了。我因为被君主卡掉了。哇，影星身上全是血。嗯，哎，你要洗吧，你洗完了我洗。恶心死我了！他妈还要被老头。Dost thou require a new ally, or mayhaps as thou dis? 哎，恶心完了。本来，哎呀，我操！首先一级是野蛮人，没错，就四级野蛮人就够用了。差真多。不对，我都这样了，我还玩气宗吗？
是吧？我还玩气宗吗？我都这样了，我他妈不直接玩剑宗拉倒了，我直接冲上去一通乱锤，我操！那你新专长，先点个警觉吧。凶蛮打手发动武器攻击时，直接他妈的玩剑宗，噔噔两拳。我看看，散打宗，疾风连击京剧，疾风连击半衰。沉默树，我操！暗影记忆，沉默树，持续100回合。我操！发动武器攻击时，他这个凶蛮打手对那个锤人有用吗？嗯，他这个凶蛮打手对锤人有用吗？凶蛮打手应该不是，我你说说他的描述。他说是发动武器攻击时，应该没用吧？他点个警觉吧。等会儿啊，凶蛮打手我看看，待会儿我看一下。兄弟点个警觉了先。啊。赋值特性：心灵巨线、肉身巨线、灵魂巨线，牛的混元体，呵呵，混元立体混什么什么什么混元劲儿，我操，牛的。成为混元体。你帮兄弟查查，要不查那个凶蛮打手，我去自己查查，我看看。我点到4级，我去看一眼。OK， 稍等，我马上，我点到4级，我就去看一眼。啊，我不要，我不认识。我好像记得，哦，没事了，凶蛮打手对那个谁没用，他就是跟武器联动的。那我点个灵活移动吧。
等等，我到四级了，我看一眼。不用不用不用，我看我已经搜到，无所谓了，我洗完点了，我这些破东西都放进去。松脂营地，松脂营地，再也用不着武器了。你不能点那个酒馆殴斗吗？点完了呀，那个我肯定点完了那个才问的你。哦。OK。我操，加一来送你级。忘了点一级体质了，我他妈加到力量上去了，无所谓。洗脸还把他妈的衣服给洗下来了，操！啊，这个鸟蛋东西就是单纯叫搅尸机，然后带个雷鸣伤害，哎，光看着帅。哎呀，把拉斐尔家的钟也毛来了，看看那毛。